我要强调的是，互联网的发展还是应该紧紧围绕怎么让孩子生活质量提高、幸福感，这个有更有效果。要求进一步提高，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智能化程度会越来越高，会给人们带来很多的方便。3-5年以后，深圳市智能交通将会上一个新的水平和新的台阶。上海市应该说做智慧城市有很大的潜力，要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顶层设计。我们政府啊和企业最终努力的目标是什么？让人类生活更美。市化融合、智慧扩散，就是要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以信息化来提升城镇化，以信息化来加快国际化。集聚的一个平台，这些国际大的这些高端的人才的集聚，同样也给无锡、给江苏省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对整个无锡互联网产业的发展来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重庆作为这个国家物联网的基地，核心是怎么做？我们讲的应用基地。
杭州的城市和社会的建设呢，也必须要依靠物联网的一些技术和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来提升我们的整个城市管理的水平。